在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把它拿出来，好，拿出来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现在在这边，你看上面有没有叫 QR code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先执行也没关系哈，在这里有没有？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把它扫描一下喽。以我这边来讲哈，我这边有一个，我先扫描一下给你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扫描完了，我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我的手机拉开一点哈。OK， 进来这里的，你会看到这个画面上有没有灯泡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要操控它，我在这里按一下，请问会不会亮？这样简单吧，按一下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可以用讲的，可不可以？你觉得？当然可以啊，等一下我会跟你玩一下，用讲的也可以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其实我们用 Webduino 它好玩，就是到现在为止，请问你有没有写过什么程式？你只不过丢来丢去而已吧。哎，所以这个是 Webduino 对我们一般就是非这种本科系同学来讲，其实你要做这到这些相对就容易了。